过来了有20年。送包罐，今天不是三，不休息时间就是早晨4:30出来，中午2点就下午2点就回来。往这里船开就走呗，拖。哎，对，开到一定时间就起网，一般是半个点，一个点就不一样。之前在葡萄厂大船干，葡萄船现在大船改革的有，今年才开始兴业，准备用它。咱那稳，船八米的船，那船上8米，宽3.2米，觉得还有意思。像我们这么大岁数，干这活，觉得还挺有意思，也没有什么文化。觉得很幸福，就觉得挺好的。明天工作休息，一没太累，其实一种现在已经习惯了。我觉得人的一生活的就是一种快乐。人这一辈子生存下来就是生活。等小潮的时候，这个渔船呢靠不了岸这么近，等大潮呢，它这个船呢就离口岸特别近，它就进来口岸了。每天的时间段有5点钟走的，还有3点钟走的半夜。他们晚上回来，他都是赶潮水回来，一涨潮了他才回来，他才开始往回走。晚上他是涨五捞六，涨5个小时，平一个点儿，捞5个小时。渔民出去，他都是撒完网之后，在船上等，在船上吃，住也在船上。他们船上都带的煤气罐或者带的这些锅，水，吃的水，他们都是搁船上坐。这个船，它就是说，网。带的特别多，
它出海之后它船上都有一种冷冻的东西，鱼打上来之后它都装在冷冻剂里，完事之后它都出海，有的时候说一个月半年也有的时候，它跑的海远，它甚至说很远。小船不敢跑远途，因为它船小，跑到远途到渤海湾里，它那个风浪大，它承受不了这个浪迹。等这个小船，它都是在近海打鱼。这个国家都有这个提醒，到哪个渤海湾里，它都有这个广播预报你天气，今天多少级风，可以出海，可以不出海。它为了就是这个休渔期是为了这个鱼啊产卵，所以说这里头它不让打，禁止这个生，让这个生态平衡。休渔的时候，渔民只是保养和修船呐、和补网啊这一系列的。从9月1号开始，它能打到11月末，它那个时候就是说。9月1号以后，他就天天出海。大连这边的海域，它都是这些杂鱼多，就是鲈子，这些鲅鱼啊，和这些那个所有这些小杂鱼多。它这个大连那个渤海湾，它有这个地理优势。因为大连这个海域特别广，它这个地方大，所以说这个水质它也比较好，所以鱼类它也多，冷暖交流交替的地方也有，那是在深海地方或者在浅海一个中间间隔的地方。开心，对。